庄子有一天做梦，梦到了一蝴蝶栩栩啊如生啊，所以醒过来之后他就迷惑了，哎，是我庄周梦蝴蝶呢，还是蝴蝶梦庄周呢？到底哪个更真实呢？这个余年故事是很有意味深长的啊，意味深长的。实际上，庄周梦蝶，等他醒过来迷惑，他实际上这迷惑是有根据的。他醒过来之后还是在梦中，啊，既然是梦，梦就没有什么可信性嘛？有什么可信性？梦就是虚幻的嘛，虚妄的东西。啊，佛典里面对这个世间常常用这个梦来比喻。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我们从生灭心产生的都是有为法，这些有为法都是在做梦，没有一法的真实。啊，既然了解到做梦，无论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，它本质上没有差别，都是虚妄的。那么我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间，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，无论寿命长一点短一点，本质上也没有差别，都是在做梦啊，无明大梦啊。为什么佛是觉子？佛就是从梦里面醒过来了啊，这个觉子来觉我们这些还在梦中的众生。其实我们在梦中遭受种种的苦难，它也是虚幻的，但是在梦里面你会被这个梦境所控制，它会感觉到真实的恐惧啊。那么诸佛示现在这个世间，就是让我们醒梦啊。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，我们在梦中说救命啊救命啊，苦不堪言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示现下，我们从梦里面啊，解决了我们梦里面的问题，他能入梦啊，这只是解决世间的众生的一些这样的苦恼问题。那最终真实大的就是让他醒过来。你在叫救命救命呢，这时候你比如你的小孩正在做噩梦，救命救命，你做父母的你不会太当真嘛？他说救命救命，你还真的是扑通一下到要拿枪过来啊，你知道是假的嘛？这时候你帮助他最好方法就叫他啊醒来醒来醒来，宝贝宝贝醒过来，醒过来他就好了嘛，啊，所以我们问题是要醒过来，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醒梦啊，声声佛号唤醒梦中人啊。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彻底的成为朗然大觉，啊，三界六道轮回就是一个大梦，啊，从这里面去切入，如梦。